一只大白鹅，眼神和丫丫好像啊。养了丫丫之后，每一次看到鹅，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那前面又有几只，这种花色和丫丫很像。养了丫丫之后，从来不敢在市场买这些家禽，怕有传染病传给丫丫。没有看到和丫丫一样的品种。Later。太好了，变变变变变变！看丫丫能不能看得出哪个手中有菜叶。变变变变变！变变变变变！主人是不是你偷吃了？摘了些青草回来，给丫丫换一下口味。天天吃青菜，估计都吃腻了。只是感觉这个青草有点老。把青菜和青草放在一起，丫丫好像更喜欢吃青菜。月光在